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小七，我现在在我朋友的直播公司，现在带大家去看一下我们这个二胎宝妈现在在直播，带大家去看一下。今天是周六，公司很多都已经休息了，没上班，有少数人在值班。这个就是我朋友的一个护发基地，带大家参观一下。这里面还有一个小的办公室，这里面也在培训。我借你的手机，让他截一这下个屏。是二胎宝妈在直播。我手机在哪里？我截一下屏。宝妈棒棒的哇，好多人鼓励杨飞哦，哦，给杨飞鼓非励。常感谢你们，来真了。的非常感谢你们。你们不要停啊，算了，不要停了，我准备这边要截屏你还把灯给关了？要。知道了，看一下中奖的都有谁哈。36块2届十万个一拍，有好几个色，有好几个色。这个美眉是火遍全网的哈，是火遍全网的。它真的是可以盖掉一点肚子，穿衣服真的好好看，穿衣服真的是无敌的好看。我属于那种微胖型的，我属于微胖型的哈，但它这里可以收的特别的好，而且不会把肉这样子挤出来。透的，这样放下来，你完全你不管怎么看都是不透的，老姐们，不算透，对，还好不算透，完全不透，完全不透。哎，我跟你说，有几个颜色透的，我们没给你们上，像这个颜色跟一个杏色，它是透的，这个我们挑的两个颜色都是最好看的，不透的，不透的哈，透的不会上的，透的不会上，就是你们拍黑色就可以了，拍黑色就可以了。哦，对，像我这样子搭也可以，你平常搭短裤也可以，搭裙子也可以，这样子竖起来也可以。也是有的，这件 T 穿起来非常舒服的，这件。来，小红心不要停，小红心不要停。这件 T 的话也可以，这件 T 的话穿起来也是非常舒服的，这件 T 的话我们也有。刚刚带大家看了一下我朋友在这里直播，他是一个二胎宝宝，所以说现在也是没有工作，就想通过直播赚取一点额外的收入。刚刚在直播间播了大概一个多小时吧。统计出来数据卖了4300块钱，我觉得非常的优秀，也非常的棒。第一次首场直播，一个多小时卖4000多块钱，我觉得比实体店哈、啊、可能说还要挣钱，钱来的还要快。所以说，我觉得他的目标也没有多大，就是说一个月要是直播卖能卖1000块钱收入，他也很开心。卖2000块钱就更好。如果说卖到3000、5000，那就自然的就越多越好，更开心。但是的话，第一次直播能卖到这个结果，是他万万都没有想到的，感觉太意外了，也太惊喜了。所以说他非常开心，因为第一次直播，面对镜头可能会有恐惧感，可能对着产品讲的话，表达能力、叙述能力可能也没有那么自然。但是他首场就给了自己一个很大的鼓励，就是接下去他可能会在这个直播的道路上，就从一个不懂到懂，慢慢就可能会越做越好啊。只能说在家里做做兼职，照顾一下小孩，偶尔的再赚点钱，零花钱补贴家用，我觉得这种方式是非常不错的，也可以解决了他的一个就是就业问题嘛，就不可能说天天闲在家里就靠老公啊给生活费啊养着呀、啊，这样加大家庭的压力嘛，他自己就能赚点额外收入，这样我觉得也是挺棒的，挺不错的。大家觉得他第一场直播在里面展示讲解感觉怎么样？是不是看上去像个老手一样的成交？好了，大家喜欢小七的视频，点个关注。